欢迎大家来星星乱乱玩实验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实验是可乐喷泉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材料。有可乐跟圆珠、馒头珠。馒头珠。好，你先把可乐打开。丢啊！好玩吗？我要喝吗？你喝喝看啊，会怎么样？我要甜。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我要甜。妈妈，嗯，好。